小兄弟，什么年纪？老家哪里的？到我们所里来，我给你介绍女朋友。到我们那去，租房条件特别好。小兄弟们啊，好好上课。啊，师傅，我觉得你就是一副奸商嘴脸。当年我就是这么被你忽悠过来的。哎，你说这话多没意思啊！好像这两年我亏待你了一样。我有个师傅知道当说不当说，隔壁那个彭所长在局里说你坏话被我听见了，他有病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他有病啊？他上午刚拿到体检报告，查出了肾结石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你啊，喜欢去领导那里走关系。他放屁。他说这两年我们所里每年都分到了刑警，他们所里哥都没有。这个彭胖子，他就是坏。哎，师傅，那为什么他要不到刑警啊？你说他什么年纪？他好像35吧。我什么年纪？你43了。那不就对了？对于我而言，他就是刑警。他还有什么资格要刑警？他还有什么资格要刑警？他还有什么资格要刑警？